你再抄，你再抄。按无点，你去干了无点就认真啦，不可能，你下边抄作业。因为哪一个已经开学，我开学，肯定生气，生气啊！然后太移动现在外，就他三个钟、三个小时都在车上抄作业。我用更年轻，应该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是很可惜，是打开去就有那个东西，你要讲我们下边做的这个，应该也蛮多这样的。哎，你下边两位做的话，昨天老师都不见了。Thank you.